来到27度公寓的频道，我是五毛爸，我是五毛妈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，记得先帮我按订阅哦。27的粉丝们在观看影片同时，也别帮我点卡去结账哟。那各位的留言与按赞都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哦。不错，同时在我们资讯栏的下方有爱用网站的连接，喜欢的人可以点过去看一看哦。久违了，今天要来到美食吃到饱系列啊。那我们来到台北喜来登饭店的苏可泰泰式料理，它平时呢是一间单点的餐厅哦。目前有快闪吃到饱的活动，那是一个月到六月底，所以我们迫不及待赶快进去吃看看哦。嗯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那这边美味是1190，再加上原价的一层服务费148，所以是1338一位。那每轮的每次最多点十道菜，最后加点时间午餐是1:30，那晚餐是8点，然后都是可以吃到用餐时间结束。像是中午就是11:30吃到2点这样子。这边主要种类可以分为沙拉凉拌类，还有酥炸烧烤类、蔬菜类、海鲜类、热炒类、汤类。及咖喱类，总共大概是30几道。现在吃到饱菜单是每人都会赠送一份黄咖喱龙虾半只、摸摸渣渣以及椰丝西谷米球。不错啊，而且还有龙虾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期待喽。萨瓦迪卡，开动炭烤松板鸡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有炭烤的味道。超好吃的啊，它炭烤味蛮重的，然后肉的厚切啊，那个薄度啊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差不多0.3公分左右，这一道非常可以吃，非常可以。月亮虾饼，哦，要求这个有3公分厚，它很虾哎、欸，非常虾，而且外面酥酥的，炸的蛮酥的，吃起来整个就是虾的馅料很多，跟外面有时候啊，那个姜啊。都不一样，对，那你吃完之后不会要急诊吗？这一个而已，而且它的月亮虾饼吃起来不会干，我觉得蛮 juicy 的。金沙咖喱海鲜里面的干贝有50元，铜板大哦，超大的，各种。干贝如何？干贝一定非常的好吃。那这一盘我不只想吃这个，其实它有一个虾，然后还有鱿鱼啊，蟹肉饺，干贝就是一颗，没错。其实料算是蛮丰富的。这个它很下饭哎、欸，因为它金沙味道也很浓。我觉得它目前为止每一道都很下饭。但是来这边不想吃饭。对。再来是台北瀑布牛肉，哇。还没吃你就挖，那这一道它是做冷的凉拌，小辣，它没有包水，对，然后吃起来酸酸辣辣的也不错，算是开胃菜。这一道我个人还好，我个人也是普通，目前为止松板猪最好吃。对，如何如何，好吃吗？来，我来试，我怕你肠胃会不适，但是很好喝，我来试试看，它够酸辣。对对对，嗯，超酸，可是就该这样子啊。这汤也不错，我觉得能够点。可是它真的很酸哦，嗯，颇酸颇辣的。对，它有附停车场啊，饭店一定有附吗？对啊、嗯，然后它其实是在前面这一条忠孝西路的后面，所以你要绕到后面，然后进它的停车场。它停车场的弯道比较弯一点，也比较狭窄一点，所以在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嗯。还不错啊，整体的用餐环境我觉得蛮舒适的，然后灯光稍微昏暗了一点，但是蛮有气氛的啦。嗯，对，所以感觉吃起来蛮舒服的。甜点的时间到了，椰丝西谷米球，外面满满的椰丝。哎、嗯、怎样？没有。一休的呢？嗯。温温的，其实蛮好吃的，淡淡的椰香味。它外面沾满的椰丝，吃起来温温热热的，然后口感呢，它是软软的，不是 Q 的那一种，有点像是马蹄条那一种吗？哦，类似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其实还不错吃，摸摸扎扎。哦、oh, ，我看到两个亚达子，你最喜欢吃的亚达子，嗯，透明的这个，对，我很爱吃这个透明的亚达子，觉得吃起来又让人家很开心。可我不喜欢大红豆，它大红豆太多了，嗯，我介意，我个人也不爱大红豆，我觉得它少了一个碎冰。啊，对，如果它加了一些碎冰在里面啊，吃起来会觉得更泡心，然后口感会更好。
你是体质燥热，对，我燥热的要命。它这个椰香味还蛮重的，所以我觉得 OK 啦。对啊。黄咖喱龙虾，龙虾肉蒸熟之后淋上黄咖喱酱，那吃起来肉质 Q 弹，我觉得这道真的很不错哦，而且黄咖喱酱不会抢了它的风味。鲜虾粉丝包，虾头吸附着汤汁，哇哦，超甜美的，而且吃起来很新鲜哦，只是粉丝可以更软烂一点，这样会更好吃哦。青木瓜虾沙拉，木瓜丝清脆，寿司吃起来酸甜微辣，是一道蛮清爽的开胃菜哟。泰式沙爹猪肉串，吃起来味道有点干柴，但是呢给了分量颇大的哦，那呢沙爹酱呢调的呢刚刚好，其实口味就是淡淡的啦。凤梨海鲜炒饭，粒粒分明的炒饭中能够偶尔咬到凤梨的鲜甜，但这道对我来说普通。清蒸柠檬小卷，这一道十分的好吃哦，肉质非常的鲜美 Q 弹啊，推荐必点。没错，香茅鸡翅外皮炸的金黄酥脆，一口咬下去咔滋，里面的肉有够嫩啊，推荐必点。 Me too。酥炸软壳蟹，哦呵呵呵，这一道真的是外酥内软，重点是有肉哦，推推。绿咖喱牛肉，咖喱酱浓稠，味道普通，牛腩十分的好吃软嫩，微推。我们已经出来了，吃的非常的饱，超级饱的。对，今天最喜欢的两道菜就是炭烤松板猪还有那个金沙咖喱海鲜哦，我个人对松板猪也是觉得非常好吃。对，然后其他料理我觉得调味啊各方面食材我觉得都还不错了。对，那就供给各位一个选择啦。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哦，那我们每周的三五日晚上八点都会更新影片，要记得收看，记得加入我们社团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我走在这边跟你们 say goodbye 咯，拜拜。